其實愛保生公司咧，總部喺日本嘅，咁但係我哋喺環境保護方面咧，一直都不遺餘力嘅。譬如原材料啊，或者包裝嘅材料咧，我哋都盡量用一啲 recycle 嘅物料。我哋每一年都俾自己一個目標啊，碳排放方面點樣再去減少咧？點樣再去做得更好咧？咁呢一方面都係我哋公司嘅宗旨嚟嘅。咁喺呢度，我想再講一講咧。在不久的將來，我們會有一個新的產品，就是環保循環再做紙的機器。大家可能覺得喂做紙機都不環保，但其實我們這個機器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它不需要用一滴水就可以將一些 A4 或者 A3 的紙循環再做，就變成一張白紙出來。那這個技術當然呢，詳細情況大家可以上我哋網址嗰度睇下啦。咁同埋呢個機器，當然而家出到係第二代啦。咁我哋希望以後啊，即係每一個辦公室都好，就好似一架碎紙機咁等喺度。大家用完啲紙，可以即刻又重循環再用翻。咁呢個都係我哋嘅願景同埋希望嚟嘅。多謝大家。